现在知道我是谁了，子帆哥哥。嗯，真的是你。你之前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因为他是见不得人的海盗，所以没脸和你相认。柔儿，柔儿是我叫的，你应该叫嫂子。你才叫嫂子吧？她是我订过亲的妻子。 你那王八亲在你掉下将死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，我是掉江里了，但是我没死啊！你去当你死了，你被叛军追杀掉下海，你怎么不当自己死了呢？哎呀，你们都放手！子帆哥哥，你能活着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不过，在我心里面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哥哥。 听清楚吧，哥哥。柔儿，我带你去湖那头，带你划船去。柔儿，你也许当我是好哥哥，但我没有把你当妹妹啊。你是我爹给我订的妻子，我们订的是娃娃亲，不是娃娃兄妹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 什么陈年旧货，还好意思拿出来？给你看看新的。柔儿给我绣的，亲手绣的。啊，像。看到了吗？他给我做的。你做的。他喜欢我，所以才给我做。他喜欢的是我。他喜欢的是我。他喜欢的是我。子帆哥哥，你松手。他喜欢的是我，你胡说。 啊，他做的，又是你做的，他还让我亲了呢。纣王殿下，啊，你，楚墨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个误会。那天，还有这种误会吗？是啊，被亲了就说实话呗。像我被尚楚墨亲了，我就没当那是个误会。主儿。 我这才是真的误会。主儿，主儿，什么是蛮苦子弟的话，信不过还是我好。主儿，别打了，楚墨，子帆哥哥，你们是小孩子吗？这也太幼稚了，还是本王好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本王陪你啊。 不许陪！主儿，主儿是你叫的，你今天必须给马海妞一个交代。我给你一个交代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这都被我打起来，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又不认识马海妞，你拽我干什么？长得太美，这是作孽。